317次哦。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2年，然后4月29号台北捷运淡水巡演，台北站10:50，8:24有列车进来，往北投。1371要出北投的1301型高粱性永钢的钢轨时间哈。往北投，是北投。前往北投的C30型0440、43编组。高粱性永钢的钢轨时间，台北站很好，台北捷运淡水巡演，137次。车门即将关闭。4月9号17:54。好，北投缺管那间，拜拜。